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革史记节目我是丁凯文。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文革期间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公安部部长李振之死。那么这个李振呢，是1973年10月21日死于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大院的这个热力管道，地下的这个热力管道之内。那么时间从73年到现在整整45年。那么李振怎么死的？他为什么死？就是说他到底是自杀呢？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一直到现在呢，仍然还是争论不休。虽然中共呢早就这个做了这个决定了，认为李振就是自杀。那么但是呢，现在民间呢仍然还有不少声音。认为李振呢是死于他杀。那么李振到底是自杀呢还是他杀呢？如果是他杀，那么到底是谁杀的？那么是自杀的，他为什么要自杀？那么中共呢后来宣布呢，李振是这个畏罪自杀。那么李振是不是畏罪自杀？他有什么罪？他为什么要畏罪？那么除了这几个原因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自杀的原因？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那么李振是什么人呢？他最早呢，他是这个军队的干部，他原来是这个沈阳军区，做过沈阳军区的这个政治部的副主任，主任，做过沈阳军区的副政委。那么在这个1966年9月呢，从沈阳军区，当时是第4政委的职务，上调这个公安部。到公安部呢，当时呢是担任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那么掌握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么充当这个谢福治的这个助手。当时的公安部长是谢福治。那么根据这个沈阳军区的这些个老的这些人的这些回忆呢，他们认为呢，李振这个人呢还是比较靠谱的这么一个人。应该是呢有过大学的这个学历，在这个30年代呢，他曾经这个上过大学，是这个大军区里边这个当政委的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这个是很少有的。当时呢还是得到这个沈阳军区司令员这个陈锡联和政委赖传珠的这个倚重的。那么他上调到这个公安部以后呢，就是当了这个副部长，然后呢，在这个九大的时候呢，还当选为这个中央委员，以后呢，后来这个谢福治呢就基本就因为生病，那么就退出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工作了。那么公安部的工作呢，主要是由李振来这个主持，所以呢，李振呢就是这个公安部核心小组的组长，那么革委会主任，那么对外呢也称是公安部的部长，所以李振是在这个公安部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而且呢是得到这个中央的信任的，尤其是在这个中共十大上呢，他也这个当选这个中央委员。所以呢，当这个李振被发现，死于这个公安部大院的这个地下这个热力管道的时候呢，给中共的高层呢造成了这个重大的这个震动啊。第一时间呢，人们就认为李振肯定是死于这个他杀。那个年代呢，大家知道这个阶级斗争这根弦呢，但是绷的是非常的紧的。公安部部长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的，掌握这个中共这个刀把子的这个主要人物啊，不明不白的，死在这么一个蹊跷的地方。那么第一时间呢，中共高层呢认为呢，这肯定就是他杀，这没有什么疑问的。然后呢，这个周恩来呢就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呢，马上就召开了这个会议，召开这个公安部的这个会议，同时呢，要求公安部呢成立这个破案小组。当时呢就决定由谁来主持呢？由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叫余桑，
其他呢还有一些人，有这个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还有这个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政委这个杨德忠，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这个刘传新，他们呢，成立这么一个破案组，而且呢还从外地也调来了这个技术人员，调查这个李震的这个死因。那么在第二天呢，也就是10月23号呢，周恩来呢就把这个公安部的核心小组成员呢叫到这个国务院，这个开会，同这个开会的时候呢，就让这个华国锋来主持这个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破案工作，就是破案呢具体工作是由余桑他们来主持，但是呢，从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是由政治局由这个华国锋来这个负责，由此可见呢，当时华国锋呢还是得到这个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任的，然后呢，在这个当天，就是这个23号的晚上，又召开这个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周恩来、华国锋、季登奎、吴德。等等，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这个开会，周恩来呢就向政治局呢报告了这个李震这个死的这个情况。24号的下午，这个毛泽东呢又专门又召集了周恩来还有周恩来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这个开会，继续呢研究这个有关李震这个非正常死亡的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李震这个非正常死亡这件事情呢，不仅惊动了这个周恩来，这个毛泽东在这个公安部的上下呢，也引起了这个巨大的这个震动。那么这个破案工作是怎么进行的呢？当时呢是这个找了这个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这个副院长吴阶平。这个吴阶平呢是非常有名的中国的医学的这个医学的泰斗，是个这个专家，由吴阶平主持，还找了其他的一些医学的专家，以及这个广东、上海、天津、北京的这些公安局的这些法医，还有这个北京的这个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的这个检验师。还有首都这个医院的这个内科医生，这个张孝谦，这张孝谦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医学专家。然后呢，他们共同对李震的这个尸体做这个解剖，同时呢对这个案发的现场做详细的这个勘查，大概也就3天的时间呢，这个报告就出来了。这个报告出来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一致认为，这些专家、学者的这个、一致认为李震就是自杀。因为呢，那个热力管道是非常狭小的一个地方，当时呢，他们勘察的时候就发现呢，就说这个、那个地方是非常小，只有李震一个人的脚印，就是李震呢，自己这个走进去，然后呢又走回来，大概是走了这么一圈，然后呢他自己吃了这安眠药速可眠，然后呢又在这个管道里边呢上吊自杀。虽然那个管道呢是非常狭小的地方，基本上他们发现李震的这个尸体的时候是半躺半跪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由这个余桑主持的这个破案小组呢就向这个政治局呢写了这个报告，就说呢李震这个得出的结论就是李震呢是自杀。但是呢这个自杀这个结论呢，中共的高层呢显然他们不能接受，这个以这个周恩来为首啊，他们就认为啊，说李震这个人啊，这个中央呢对他是信任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支持的，而且呢他的这个家庭的生活呢也是和睦的，李震没有理由自杀。
所以呢，他们仍然是把李振之死呢往他杀这个方向去靠。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们没有李振被他杀的这个证据，没有证据，那么他们就怀疑呢，中共高层就怀疑是公安部的副部长这个余桑和另外一个副部长刘富之，他们这两个人可能因为这个工作方面的这个原因，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一些个因素，那么他们这两个人呢有很大的这方面呢有很大的嫌疑。所以呢就在这个报告出来不久，也就是10月25号，在人民大会堂这个福建厅开会的时候，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呢，这个余桑，这个公安部副部长余桑和这个刘富之他们俩人一进入人民大会堂，立刻就被8341部队的人把他抓起来了。由这个杨德忠，这个周恩来的这卫士长，8341部队的这个政委，由杨德忠向他们宣布，对中央决定对你们进行这个保护审查。这个说白了，这个保护审查实际上就是呢，先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呢再找证据，看看是不是他们俩人有这个杀害李振的嫌疑。那么完了以后呢，周恩来呢就在这个会上呢宣布，由这个公安部的另外一个副部长叫施义之，这个由施义之呢来担当这个公安部的核心小组组长。这个施义之呢，他也是军队的干部。当时呢，公安部呢，实际上呢有这么两派，一派呢是军队来的干部，另外一派呢是这个公安部的老的原有的这个干部。这两派之间呢实际上是有一些冲突，有些矛盾的。那么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呢，他们这个是在很多问题上的意见呢是不一致的。据说呢，在这个李振这个死之前呢，他这个公安部呢，他们几个人还开过会，他们几个人开过会呢，这个他们还拍过桌子，这个就是显然对一些问题呢，公安部的有些问题，文化大革命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呢，这个争议有很大的这个争议。所以呢，这个李振所以这个李振之死呢，就和余桑、刘富之他们两个人呢，就是有就认为他们两个呢是有重大的嫌疑。公安部呢，军队来的干部呢，除了李振之外，还有这个施义之，还有一个赵登成，还有一个叫曾威。这几个人呢是军队来的干部，这个余桑和刘富之呢，他们是原来公安部的这个老的这个老的留在公安部的这个老的干部，所以呢，这两派之间呢，总是难免会有一些个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呢是有一些个不太一样的，当然还也没有说达到那种非到了你死我活的那种程度，那显然是远远达不到的。那么既然中央不接受李振是自杀的这个结论呢，周恩来呢就决定这个破案呢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来负责，同时呢还找了这个中央调查部部长这个罗清长，中组部的部长郭玉峰，这个公安部核心小组负责人这个施义之，再加上这个卫生部部长这个刘湘平，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这刘传新，然后呢就在公安部呢内部发起发起一种要破案的这种运动。10月27号呢，周恩来呢又一次书面向毛泽东报告，汇报这个李振这个案情的这个详细的过程，这个以及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27号晚上呢，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研究李振的这个事件。就是由此可见呢，这个李振之死啊，对中共的高层呢
这个确实造成了非常重大的震动，重大的影响。为了这个查清，为了这个把李振往这个李振之死往他杀这个方面来做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呢，整个公安部上上下下呀，都这个搞这个排查，就说呢，比如像这个李振死之前的前五天，到底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和哪些人有过接触，一定要找到这个证人，比如说你跟他这个有见过面，有聊过天，说过话，那么当时是有谁在场，有谁可以证明，有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追查是不是真的这个能够找到这个可疑的对象和这个后台。所以呢，很多公安部内部的这些个部里的这个老的这些干部呢，都成了这个被怀疑的对象。然后这个侦查的范围呢也越来越大，涉及到了公安部上上下下100多人，有这个机关干部啊、职工啊，搞得这个人人自危。当时公安部的机关工作甚至于都陷入这个停顿的状态。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那问题是他查来查去，始终查不到李振是他杀的这个证据，找不到凶手。那么，但是呢，仍然这个高层的这些人呢，仍然还是不承认李振是这个自杀。你像这个吴忠呢，这个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司令员吴忠呢，他原来也是这个二野的干部。抗美援朝的时候呢，这个李振和这个吴忠他们俩人还是在这个一起这一个部队工作过，当时呢，吴忠呢是当这个师长，李振呢当时当这个军政委，这吴忠自己他负责这个破案工作呢，他自己就倾向于李振是他杀，那么其他的像这个高层的，比如像这个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季登奎这政治局委员，这吴德政治局委员，他们也都是认为李振呢是他杀，尽管没有证据，但他们心里边，他们认为呢李振没有自杀的这个因素。那么不仅是他们这几个人，还有这个像这个刘湘平。这个刘湘平呢是卫生部部长，他是这个公安部部长，这个谢富治的这个夫人。这个刘湘平呢，他也曾经也跟这个李振呢，在过去呢有过工作的交集，所以这个刘湘平在这个破案组里边呢，他也是认为李振是这个是他杀，不承认这个调查组。这个专案组他们做出的这个自杀的结论。那么不仅这个刘湘平，还有呢像王洪文也插手这个公安部的工作，因为73年的十大以后呢，这个王洪文呢是这个当了这个中共中央的副主席，一招这个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啊，所以呢这个王洪文呢他在这个他当时呢在这个在中央有当时中央搞了个这个叫这个读书班，这个王洪文呢就在这个读书班里边就宣称啊，说这个李振呢是99%是阶级敌人搞的，是这个被这个阶级敌人谋杀的，如何如何，就是基本上呢，中共的高层呢从王洪文、周恩来到下边这些破案组的这些个人呢，他们基本上呢。这个倾向都是李振是他杀，但是呢，虽然他们认为是他杀，可是呢，无奈的是什么呢？他没有任何的证据，就是查来查去，找来找去，不管换了几波的这个侦查人员，这个法医，他们仍然认为呢，李振是自杀而不是他杀。因为呢，没有他杀的证据，他们找不到
李振是被人杀了的这个证据。所以搞来搞去呢，就一直就是这么拖拖拖拖拖拖，就这么拖下来，一直拖到什么时候呢？一直拖到了这个啊，一直拖到了这个1974年。到了1974年这个1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吴忠领导的这个破案组呢，在这个事实面前呢，确认李振呢是自杀。那么确认李振是自杀了以后呢，那么当初把因为这个写这个这个调查报告的这个余桑和这个刘富之呢，当初你把他们俩人关起来，这个把他们俩人抓起来，那就没有什么道理了。所以呢，最后呢，不得已呢，就把他们俩人给放了。所以呢，到这个1977年1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公安部呢就召开这个会议，就是认为呢，就宣布李振是自杀。宣布完了以后呢，公安部内部呢，后来以后呢，也就没有再发生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事端了。1974年1月这个10号呢，周恩来呢就约这个华国锋啊、吴德啊、吴忠啊，他们这个破案组的这些人谈话啊，然后呢，他们就华国锋他们就说呢，说这个案子既然与这个余桑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最好就把它放了啊。结果呢，这周恩来就不得不同意了。周恩来同意了以后呢，华国锋就宣布说啊，经过调查，李振的死呢和余桑是没有关系的，解除了对余桑的审查。但是刘富之呢又被多关了4个月。所以呢，前前后后呢，这两个人又因为他们在一开始的这个侦查方面呢，他们做的结论由于和中央高层的认识是不一致，所以导致了这个牢狱之灾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说你坚持实事求是的时候，反而是得不到这个上边的这个信任的，反而会觉得你是不是别有用心。这个实在是这个中共这个高层的这个在搞政治方面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现象了。那么到了这个1月中旬的时候，1974年1月中旬的时候呢，华国锋呢就向周恩来汇报，说李振是自杀。那么呢，既然是自杀呢，那总要给一个结论吧。所以呢，华国锋建议说，建议这个做一个结论，就是李振是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什么叫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啊？因为过去啊，在这个文革那个很荒谬的这个时代啊，如果你是自杀的话，通常都被认为是这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所以呢，你一自杀呢，反而说不清楚了，反而就是变成这个敌我矛盾了。那么这个李振这个自杀呢，不明不白，你说他是有什么敌我矛盾吗？这也说不出来。他就是一个这个党的干部，他这个不明不白的死了。虽然他是自杀，但是呢，你如果说他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呢，那至少他的这个待遇啊，政治方面的待遇还会好一点。至少他其还有他的家属啊、子女啊等等这些人，他们的这个政治状况呢，应该不会很糟糕。所以呢，华国锋呢就建议说呢按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来这个做这个处理。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仍然没有仍然是没有这个办成。这个他们这个破案组里边的有一些人呢还是不依不饶。比如像这个刘湘平，他呢仍然坚持说这个李振呢就是被逼而死，他们呢一直不同意李振是自杀的这个结论。那么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处理的这个结论呢，也就没有最后也就没有做成。那么直到1977年，
当时的这个公安部呢，已经是就是文化大革命已经宣告结束了，四人帮已经被抓了。1977年的时候呢，公安部呢向中央这个写了一个报告，写了一个报告呢，就说呢这个由这个新任的公安部部长叫赵苍弼，这个赵苍弼呢就以公安部党组名义呢向中央报告，然后呢说李振呢是畏罪自杀。那么中央呢也就匆匆忙忙呢也就认可了，也就批准了。所以呢在这个77年的9月12号，公安部党组呢向中央报了一个说关于将在我部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请求报告。那么中央批准以后呢，在年底召开的第17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正式对外宣布说李振呢是畏罪自杀。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李振为什么畏罪自杀？就是基本上呢，认可了，就是呢中央呢认可了李振是自杀，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了。但是呢，这个自杀，在中共的那个这个思维里边呢，基本上非正常死亡呢，不是被迫害而死呢，就是畏罪自杀，基本就是非红即黑这么一个两极论。就是你既然是自杀呢，那你就是一定是有了什么问题，你自己一定是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呢，那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还要去追究一下。所以呢，就把李振呢这个自杀的这个结论呢，就说他是畏罪。那么李振到底都有哪些罪呢？官方呢编写了一个这个公安史稿，这个公安史稿呢就是给了一些个理由，比如说就说李振呢在这个九届二中全会啊，就是70年的这个8月份的这个庐山会议上呢，说李振呢跟这个林彪的这个党羽这个刘峰呢曾经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那么刘峰这个人后来被审查了以后呢，这个李振呢又篡改刘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另外呢还有说李振还参与了什么陈伯达吴法宪搞的一个什么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这个冤案，诬陷了一些个中央领导人，等等等等。所以呢他自己呢，另外他还这个由于他这个有一份有关陈伯达的这个一个这个交代的一份材料，李振呢放在手里压在自己的手里没有送出去，所以呢李振自己觉得呢罪孽重大，所以呢就畏罪自杀了。但是呢中共给出来的这些个所谓的畏罪自杀的理由呢，基本上呢全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首先呢这个李振呢跟这个林彪这个阵营的人呢没啥关系。李振呢他是属于原来这个二野的这个干部，也就是说呢他属于这个刘伯承啊邓小平的这个下属。原来是出身二野，那么在后来呢在沈阳军区工作呢，跟林彪这个阵营基本上也没啥来往。另外跟陈伯达也没啥关系。林彪事件以后呢，李振呢还参与了林彪事件的审查。如果我们大家看过这个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啊，大家就知道这个李振当时是参与对这个黄武李秋他们这几个人进行审查的，他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参与人之一。那么如果李振是林彪阵营一伙的人，那他怎么可能去参与这种审查？另外一个呢，李振呢还在这个十大上，73年的中共十大上还当选了政治局，当选了中央委员。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李振呢实际上跟林彪阵营或跟陈伯达呢没有任何的瓜葛。
所以呢说这个李振和林彪是他跟这个他们有参与了他们这所谓的犯罪活动，所以感觉到自己什么罪孽深重，这个这基本上就是完全说不通的。啊，如果还是如果说这个啊李振什么还羁押了什么陈伯达的什么交代材料什么，那如果说羁押一份材料就导致罪孽深重，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说法。按照中共的这个啊这个制度呢，一个文件呢它是这个有收发的严格的收发制度的。你一份文件呢一般来说呢秘书呢都会替这个首长呢这个处理好，一般都不太可能羁押。如果真有什么羁押的话，那肯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文件。而且呢李振跟陈伯达这个素不相识，毫无来往。他这个李振这个压下这个陈伯达的材料干什么？没这个必要嘛。所以中共给出的这个李振是啊，因为感觉到说是参与了什么林彪的什么这个江青的什么反党集团什么啊，这个有这种不轨的行为啊等等等等，这个从现在看来呢，基本是这个子虚乌有的事情。所以呢李振呢不可能是因为这种事情而畏罪自杀。那么大家就会问了，那么李振那么他不是畏罪自杀，那他为什么自杀了呢？这个呢在我看来，李振之所以自杀很重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李振呢是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大家知道这个中共的高层呢在文革的时候呢那是权力的这个斗争呢是非常激烈的。李振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这么一个军队干部，如果老老实实在军队干活的话呢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很可惜他卷到了这个中共高层的这政治斗争当中来。他又是这个公安部的部长，这公安部里边的这个矛盾呢，这个两派的这个矛盾呢，军队派和这个老公安派的这些矛盾呢还是挺深。那么他自己呢不一定有能力能够处理得好。另外一个呢李振又呢卷进到这些个高层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斗争当中来，他亲身的这个见证了中共高层的这个尔虞我诈的这种严酷的政治斗争。所以呢对李振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呢应该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其实呢这个抑郁症呢过去呢大家是在文革那个年代呢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个抑郁症是个精神方面的疾病。有的人这个抑郁症这个自杀了，那这个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个人心眼小啊，心胸不开阔呀，没有往精神疾病这个方面来考虑，而且那个年代的人呢也不可能有这种认识。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抑郁症啊这种精神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呢导致自杀的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历史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名人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比如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像日本的这个获过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文学家这个川端康成，这荷兰的这个著名的画家这梵高，美国的这个著名的作家这个海明威，另外这个美国的这个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还有台湾的这个作家三毛，香港的这个著名的演员张国荣，陈宝莲，美国的著名的演员这个罗姆威廉斯，他们都是因为这个抑郁症而自杀的。那么前几年呢，像这个自杀的中国的这个大陆的演员，比如像这个16年9月自杀的这个乔任梁，2011年10月自杀的这个尚于伯，2010年自杀的这个中国演员这贾宏声，他们都是因为这个抑郁症而自杀。
另外前几天，前就是前不久，前几天前，这个澳门的这个中联办主任，这个叫郑晓松，啊，跳楼自杀，啊，然后呢，官方呢就说他是这个是抑郁症作怪，是这个抑郁症，啊，所以呢，最近这些年来呢，啊，人们逐渐的意识到了这个抑郁症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疾病。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认为呢，中国患有抑郁症的人大概是在5000到8000万人数之多。那么并不是说每个这个得了抑郁症的人都会去自杀，但是呢，会有相当的一部分的人呢，他有很明显的这个自杀的这个倾向。就是说呢，他这个心理的压力非常的大，这个情绪低落啊，这个对世界这个表示世界呢表示这种悲观呢，缺乏这个主动性啊，精神疲乏呀，饮食下降啊，甚至于这个什么睡眠障碍等等等等，很多这种症状啊，除了这个有生理的因素以外，心理的因素，另外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这几方面的因素呢，都会导致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发作。那么抑郁症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候呢，人们就有的人呢就认为说，只有一死了之，才能彻底摆脱这个抑郁症的折磨。所以在这方面呢，应该来讲呢，抑郁症患抑郁症而自杀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只不过在中国当年在70年代初期的那个文革那个年代呢，人们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呢，当李振死了以后呢，中共一方面呢是查不出李振是他杀的这个证据，查不出来。那么呢，自杀呢又不甘心，说李振是自杀呢又不甘心。又说不清楚李振为什么自杀，所以呢，最后呢就不得不搞了这么一个所谓李振自杀呢是畏罪自杀这么一个荒谬的这么一个结论，所以呢，我们看呢，李振在我看来，李振自杀呢很大的可能性是李振是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发作，最后呢导致了李振呢自杀这么一个结果。那么还有一些个朋友呢，认为呢说李振嘛就是他杀的，而且呢甚至于怀疑说李振呢是周恩来杀的，可能这个周恩来呢这个因为跟这个文革这些个这个极左派跟江青、王洪文他们这个做斗争，这个李振呢是。处理这516事件呢，比较不得力，那么所以呢，周恩来呢就下手把李振干掉了。这个说法呢，基本上呢是一个臆测。首先呢，周恩来没有杀害李振的这个动机，李振呢是周恩来非常倚重的，在公安部倚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周恩来没有动机，没有理由去杀害李振这个人，而且呢也没有手段。你这个周恩来，你找哪些人，找什么人去杀这个李振呢？这没有任何，这逻辑上啊，这个都也是讲不通的。所以呢，我就看到有的朋友呢，这个坚持说，李振呢，不是自杀。就是他杀，说他为什么吃了安眠药还要去上吊？他有各种手段，他在公安部，他有枪啊，有刀啊，有各种的这个可以自杀的手段。他怎么忽然这么跑到那个这个公安部这个大院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热力管道里面去自杀？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但是问题是，往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会有这种比较蹊跷的事情，就是说李振。他要死的话，他会想出各种的办法，那么又不想惊动他人，那么最好就是在自个儿的这个院子里边，找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啊，先吃点这个安眠药，然后呢，再
这个在这个上吊。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朋友呢，他们说这个李振是这个周恩来干掉的，是李振之死是出于周恩来之手，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没有道理的。所以呢，我个人的认为，李振就是因为抑郁症这个发作而最后导致了他的死亡。那么其实呢，李振自己的这个家人，包括李振的女儿，他们也是认为李振呢很可能是死于这方面的原因，只不过呢，他们自己呢也没有一个非常确凿的证据，因为那个年代呢确实也没有，李振也不可能去看什么精神科医生，不可能留下这种证据啊，所以呢说来说去呢就变成一个无头的公案，那么坊间呢也就不断的传李振是死于他杀还是死于这个自杀，说来说去呢说不清楚。那么通过呢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些资料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李振不是他杀，李振是自杀身亡。为什么李振会自杀？他显然也不是畏罪。那么李振自杀最可能的因素，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抑郁症的发作。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下一期节目呢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南京军区司令员丁晟在文革当中的遭遇。好，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